看到外头天黑了，刮起强风，副分局长一进门，急着提醒民众要小心。70多岁的阿公瘫痪20多年，老婆生病过世，儿子也需要长期洗肾，家庭状况不理想。 只要知道辖区内有需要帮助的民众，副分局长总是抽空和同仁一起来关心。只要是他家属有困难，需要人协助的，我们那个葬仪社都会第一时间。 感到让家属安心，有时还会暗中帮助处理丧葬费或是孩子们的学费，但他们却是客气地说，只是结合社会资源。平常让人印象比较严肃的警察伯伯，其实很暖心。大爱新闻，江军王光辉，台中报道。